情的状况，我们就是22名都全数救出了，那有9名欧卡，那就都送往医院吼来处置。那这9名欧卡的员工，他是躲在什么地方？那大多数的部分都是在冷冻库里面救出来的，原本是相对安全区，但是后来因为浓烟很大，就是烟会窜进去。目前里面的火势已经控制，火势熄灭吼。在残火处理当中。